美的会员大家好，爱多美的空污防护口罩在10月19号终于上市了。那这款口罩呢是台湾制造 MIT 制造，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解剖这款口罩的神奇之处。那待会呢我会拿3种口罩来做实验，第一种是一般立体型口罩，第二种是前阵子流行的海绵口罩，再来最后就是我们的爱多美台湾空污防护口罩。那我们的实验方法呢会拿3微米的石墨烯，用吸尘器吸30秒的时间。那在吸之前呢，我会在口罩的内侧放一片棉纸，这个棉纸呢就代表我们吸完30秒之后它的防护效果。我们的第一个立体型口罩，它的棉纸脏掉了。再来，我们看第二个海绵口罩，它的棉纸更脏了。最后，我们看我们的爱多美空污防护口罩，它的棉纸一干二净，什么都没有，代表我们的爱多美台湾空污防护口罩它的过滤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的口罩上面还有爱多美的 logo， 专属 logo， 大家记得认证这个 logo 哦。那最后我们来把爱多美的口罩剪开来看里面的过滤状况。好，首先是表部，哇，好脏啊！再来看里部，干干净净的。最重要的过滤层，我们爱多美最重要的滤材薄膜滤材就在这边。